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无聊的时候还可以这样自娱自乐。这位外国小哥就用手指给我们展示了超燃忍界大战。You're better than I remember.好家伙，更离谱的是他居然还用上了武器。We shall see. 好好家伙，现在我总算知道为什么周伯通能一个人在桃花岛待这么多年了。吴独有眼前这个小学生就在课桌上给我们上演了一场竹节人大战。你有病，还有这个教科书上的火柴人大战你肯定不陌生。但是能在书上跳起舞的你肯定没见过吧。好家伙，你们是有手就行，我是有没手都不行。